十八佛圆满，我们称。接下来无上神咒，我们了解到呢，过去我们所有不管是夫妻或者是情人或者是父母亲，所谓的六亲，我们了解到整个宇宙的能量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因为人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生命的真相，所以我们透过摩诃萨达多波达那无上神咒南无阿弥陀佛，能够解开我们人类最深远的最大的问题，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大众法师都能够了解到，一切的善心善念都是要从我们自身，我们现在恭请所有的佛菩萨的到来。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，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。这是我们永明佛事大殿，我们透过整个风和日丽，整个大自然当中，不管是虚空的星星月亮，以及我们所有海上的所有的人们大众呢，这时间都跟着我们，这时候透过拜佛，我们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无上神咒外忏高贵开口，那摩诃萨达多波达那无上神咒，那么阿弥陀佛，摩诃萨达多波达那无上高贵快速就好了，陀佛，摩诃萨达多波达那无上神咒，那么阿弥陀佛，南无阿萨达多波达那无上神咒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摩诃萨达多波达那无上神咒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摩诃萨达多波达那无上神咒。